你看我这个毛巾，给你们没有冲凉的人，家里要省水的人可以这样子。弟弟，就是我在做这个动作。你要这样子转先，你就好像会很晕了，好像很晕的时候，你就开始会火，你就醉了。30天的羊喝奶，去去去去去 ，Happy birthday to you。欢迎回到家，这是我在吉隆坡最爱的一个高级 fine dining 的餐厅。那我们来这里真的非常非常多次，而且有时我们来是没有拍这个影片的。今天呢，我已经 book 了那个 VIP 黑房，它整个房间都是黑色，它镜子也是黑色的。所以我们刚刚从 Europe 一个月回来，我们只可以在有冷气，然后比较像 Europe 的地方来缓和一下自己的那个心情。那这一个房间呢，对面就是那个粉红房间，这是我的表弟，这是我的美女妹妹，那是我的老板，然后这个就是我的第二个老板 Brian 的位置。那让我来和你们介绍一下这个 FLA 今天新 menu 有什么。第一个是它的煮法罢了，煮法都有香精的，你又知道多么的 high class。 你们要在这里庆祝结婚歌、求婚歌，还是你们要庆祝恢复单身、离婚、分手啊，你都可以来这里庆祝一番的，因为你活着的一天就是值得庆祝，有没有道理？然后第二个呢，这一个就是给你放口罩的，叮，有没有很 high class 嘞？然后第三个，这个给你放大腿的。然后这个呢，它不是一个给你攀死你隔壁那个人的，不是，它是一个用金的镜子来做的 menu， 有没有很厉害？你可以看到我对面的这个帅哥 Brian 在拍摄，有重量的这个不是 plastic 来的了。你看我这个毛巾，给你们没有冲凉的人，家里要省水的人可以在这里。弟弟，就是我在做这个动作，可以在这里敷你的脸，当抹才是什么？可以 test 一下你的手的 reflex。大家晚上好，欢迎来到 FLA。 今天我们推出的这个冬季菜单呢，是根据那个印度那边的季节，印度那边现在是冬天，他们在冬天的时候在北部，他们是怎样生存，吃些什么东西来生存。这一个 charcoal menu 炭烤炭窑是人类文明史上神给我们火，我们用来烹调食物的最原始的一个材料。吃椅子酱是要看口感的，然后它下面这个东西呢会有一点甜，然后它有一点coconut， 然后融化在你的口中那一两秒里面呢是有一个 Disneyland 这样的 magic feeling 的，很难跟你讲解释，所以你要来这里吃了你才知道。目前这个呢是最大颗的，然后你要吃呢是要用这个 mother of pearl 就是贝壳类珍珠 something 这个汤匙去吃的，吃了会怎样你要告诉我。吃了过后要配这个酒。 Cheers 这个是升级了，然后这个它的主角不是那个袋子，而是旁边的两个点，一个粉红色一个青色。因为在印度呢，你不能去杂货店，冬天也没有杂货店会开，所以我们就有什么东西我们就吃什么东西。初恋的感觉非常好吃。那这是我这几个月吃过最好吃最好吃的袋子。那也给你们吃一口，来第33杯 Cheers。 等下先好不好，喝完你要这样子转先，你这样子转，你是看着它，你就好像会很晕了，好像很晕的时候，你就开始会火，你就醉了。然后你吃下一道菜的时候再叫醒他。那一边他们叫面汤，我们刚刚换成这个 portobello mushroom， 它是从波兰空运过来的。好，这个不是肉，这个咬下去的口感一流啊。
还有它的就是紫光老好料。接下来我们进入捞肚，就是主食。太阳助手就是章鱼须，我们拿去晒太阳两个小时，被晒干过后，剩下的就是它原本的海水的鲜。所以在这道菜是一粒盐都没有放。分量够足。啊，分量够足。这个鱼是安康鱼，它是深海鱼，所以它脂肪会比较厚，它的肉会比较紧实。该鱼被誉为是穷人的龙虾。As expected, always yummy, always perfect. 很 special 的味道的，每天去那里都是牛扒。这是鱼吗？这个，对啊，像龙虾。那口感根本就不像鱼，可是很好吃。吃了饭南京过来，我一定要去吃妈妈的，因为一点都不看饱了。我只是因为等到我饱了，可是吃不饱。它这里是十多样东西，它每样菜都好吃的哦。你想要 skip， 你又 skip 不到。它又不会太大份，但是它又不会太小份。去外面都是牛扒，汤，很咸的，这里就每一个都不一样。而且它用的鱼啊，它的料啊，尤其是它的酱料的调味品，除了很够味，还是很特别，就不是我们每天去吃来吃去，就是来来去去那种味道。它一年最少换四次套餐的 menu， 你一定要来试到完，因为我是从来不会 miss 一件。其实印度那边很早就有这个 pasta， 但是他们的 pasta 是用这个。把你玉米做的，为了更提升那个味道呢，我们也可以松露。Truffles 黑松露，这个也是世界食材来的。这只山羊，它只有30天乳羊，它没有吃饲料，没有吃草，它只是哺乳。30天的羊喝奶，啾啾啾啾啾 ，Happy birthday to you。什么？You 有什么童年你讲？我不是，我老不起。猫好可爱哦！哇，好吃哦！嗯，入味。这个就是维生鹿肉。鹿肉，鹿怎么讲？它是马。它好像贵的牛排的那个口感，其实没有味道的，不会奇怪。好像我们华人也是吃鲟鱼，就不同国家吃不同东西。然后好像你去到芬兰，也是吃驯鹿的，叫 Santa Claus 要带 Grab Car 哦，因为他的鹿给你们吃完了。很嫩，很好吃。印度曾经被英国殖民过，然后他们在当地呢，他们就做了一个叫 Ram Cake 朗姆酒的蛋糕。你要摒弃那个思想，就是它不是蛋糕。为了更好的去连接呢，我们会给你耳机，那个耳机会播放一首歌，你们要慢慢的去连接，让你的身心合一，去到另外一个美食的境界。他们有拿蛋糕来卖，我迫不及待。这个呢，它有很多历史性的那个因素，然后它就做这个 cake 出来。它是 cake， 但是它又不是 cake， 所以你要戴着耳机去听一首歌，来自己每个人寻找那个 cake 的 cake。藏红花雪糕，我们是全马来西亚第一间用藏红花来做雪糕，全马第一家用 saffron 是一个很贵的 herbs 材料，herbs 啊，然后我喜欢吃蜜糖，他们把蜜糖做成一个这个蜂蜜果，很好吃。这个水是不完的，可以丢过来给我，我可以把它撒布料了。今天的最后一道，这个是。Google of Excellence， 他们是一般专家，每一年他们都会评选最好最上等的咖啡豆。今天马来西亚很有幸的有两个地方，有两个农场出的咖啡豆被选为世界50强。哎，你看我有点的鼻塞。加班去吃的，两位怎么没有看我们这里吗？给我姐夫吃的了，直接吃了。
这个金色你以为是白色的，其实是巧克力来的。我信你个鬼！有拍到我美如天仙这样吗？有，你看，哟，我好辛苦啊。怎么？一秒。我们这些人穷得来要办 high cost， 吃到东西来又要好吃，又要值得我，又要回味无穷。有那个 environment， 那个 ambiance 又要那么，我这样的 beach 只可以选那些一般人不知道有的地方，但是很多人又知道有的地方，但是不知道贵不贵，不知道怎么订的，我就带你们来了，一次又一次又一次。所以如果你问我怎么订的话，我这个电话号码已经放了几个 video 了，你们每天就喜欢 PM 我问我，我想要问一下，我想帮你定位的人。